婆。周哥哥，人家才刚毕业啊，一直找不到工作。我都已经介绍了十多份工作给你，为什么都做不成呢？我就快连吃饭的钱都没有了，求求你再帮我一次吧。好吧好吧好吧，最近有个广告试镜，你去试试看吧。 Seja uma mulher de Armas， 这一次你一定可以。小姐，不用这么紧张，导演很快就会出来了，一会儿他说什么你就跟着做就可以了。哦，导演。啊，太好了，猪哥哥，原来你是导演，你记得要看着我。你已经长大了，不要哭。 Seja uma mulher de Armas。 嗯，Sei uma mulher de Armas。做的，用我最真诚的演技和最真实道具做一个有武器的女人。哎呀， Ser uma mulher de Armas 意思是 Cut！ 导演为什么喊停啊？就是把你捡走哦。你看看剧本吧， Little 在这一集还没有在你公司上班，都没有你的角色，走吧。那这一集谁来叫普语啊？那个谁，快点把这个人捡走，好烦啊。其实 Ser uma mulher de Armas 字面上是一个拿着武器的女人，但其实意思是做一个坚强的女人。在普语里面有很多谚语，字面上的翻译和实际的意思是有很大的分别，让我跟大家多讲一些，免得大家日后造成误会嘛。Vai chatear o camões， 市面上是你要烦死假没事了，实际意思是你要烦死我了。Estás com a cabeça na lua， 市面上是你的头在月球上，实际意思是不专心、不留心、发白日梦。Passar pelas brasas， 字面上是在灰烬中走过，实际意思是小睡一回，就是休息一下。你放过我吧。好吧好吧好吧，让我想想。有了。